箴言第三章第27节，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但我发觉，当我跟你们分享，除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亦跟我们分享关于真理上我们应该怎样回报我们的神，我就发现我所讲的东西是跟我身边所见的其他人不同，就是我能够改变他们的生命，就是能够改变他们的习惯、坏习惯、这个是那时候我慢慢开始见到的。当然到后期我回来开始教会的时候就更加跃进得很大了。但其实原来现在发现，就是当时原来圣灵的恩膏是因为我选择这种性格，它临到在我的身上。事实上我选择了这个性格就可以说无往而不利，更加适合当时我那8个月当中享受教会生活、享受学校生活、这种悠哉悠哉这种的态度。完全没有那种那时候跟 Tommy 拗、就是那种的罪疚感、即事后会想回究竟我昨天讲错什么呢，我讲错什么导致我谈了通宵他都不信主呢，我讲每一次跟他谈的时候他都不信主的时候，我每一次都会这样想我自己想几日。所以那种的罪疚感，那种的感觉呢再没有了，即是 在那8个月的时间。但相对呢就反而呢发觉呢是很容易，即是跟他们分享的时候是很容易改变到他，同埋呢就很容易融入那边的生活了。因为不理我懂几多东西，总之就是说我能够贡献得到，因为我懂得选择了这种谦和的态度，我不会说妥协我自己行真理的标准。不过只不过就是说当我分享的时候，我会以那边教会的标准作准，因为在我自己来讲行真理没人理得你的嘛，是不是？但问题就是我不会用我自己的标准加诸在人家身上的。所以变成这个其实就是那时候开始学习这个谦和的态度。所以我相信弟兄姊妹，你就算回到我们教会很多年了，直到今天我相信你们开始听我的自传，你才知道我自己对自己的标准是这样的，是不是？因为那些标准我从来没有加诸在你们的身上的，就是我亦按住我地教会能够做到的程度跟你们分享，让你们自由去选择。但是当时我就在那里去学习这种谦和的性格，就是绝对不会用我的标准加诸在人家的身上的，我全部是以当时加拿大锡安教会赵仲强牧师他们所识的、所认可的、所认同的跟我们分享。而里面当中就算有时候会讲了一些东西，根本是原来根本跟或者赵仲强牧师都未涉猎的，或者甚至都未知的，总之一律就以赵仲强牧师所讲的是作准。这个我发觉当时来讲，可以说即后来之后我其实跟他相处都用这个态度，我发觉是非常之和谐的，非常之好的。而但问题亦是这样呢，我发现圣灵反而是很自由可以运行在这间教会。为什么特别会针对这一点呢？因为呢我发觉在真道却不能够得，真道是不可以的。因为真道的人是就算他们跟牧师的看法不同，他们不是选择谦和的做法而导致圣灵忧伤，明白吗？当然会的，你去一间教会根本当然会个个看法不同的，是不是？有些人就找个牧师个看法不同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件事。 OK， 极之少人是敬我牧师添个看法，是不是？但问题这样又怎样，是不是？即是你间粗将自己的意见拿出来，那又怎样，是不是？而事实上譬如我讲谦和这一点，你要记住对于第一类的人来讲是很难的，因为第一类的人做的事情跟我现在所讲我做的做法不同。因为第一类人呢，第一类型的人是很易觉得自己对了，这个是我这么多年当中所见到的。第一类型人为什么他会这么急做一些事情，或者是觉得对的时候会立刻做呢？因为原来第一类型人呢是不需要经过推论，不需要经过证据，甚至他跟你的看法不同的话呢，他都不避讳看自己是啱晒的。所以我现在所讲的谦和呢，对第一类型人来讲呢是很难采纳得到的。就算他知道啱呢，讲真的都要花一些时间、一些心血、一些自律才做得到的。我再讲一次，总之第一类型人呢是根本是需要很少的证据，甚至一时冲动就已经觉得，不是觉得自己啱，是觉得自己啱晒。这一个呢我发觉呢摆之于任何教会呢都是很轻易呢导致这间教会失去圣灵的同在。而当时我分真道呢就是发觉很大批这样的人的。
啊，即当然他们在陈公子牧师的威严底下，他们不敢周围去讲出来啦，但是他们上台的时候的字里行间啊，即那种的眼神啊、语气啊、做法啊，啊即摆到明大家都知道呢，台上的人睇法是跟陈公子不同的。啊，咁更加私底下讲就讲到明啦，我讲緊係台上嘅时候佢都咁表达喎，啊，私底下直情随住我所讲啦，佢哋直情希望几时陈公展早啲死呀，嗰啲咁样嗰啲嘅分享法，咁嗰啲讲嘢法㗎嘛。但係呢喺嗰度呢就发觉呢冇呢一种圣灵能够呢随时随地每一日嗰种同在。点解会咁讲呢？因为原因呢可以话呢喺我过咗加拿大两年当中，带到最多人信主的那段时段，同埋最容易带人信主的那段时段，就是当时那八个月。因为呢我直情是常常都会用一样东西的嘛。我通常带人信主我都会用一个的标准，我说神是真实的，你回去向他祷告挑战他，啊，就跟他说，就如果你是真你让我知道。我在任何时间其他地方呢教人这样做的时候通常都没有答案。OK， 即是有答案的程度呢不会那么震撼的。但是当我见到这间教会在这个和谐的情况底下呢，我这样挑战呢，我就发觉呢每一个我跟他们这样讲的时候呢，他们回去真的去祷告，真的神用很多特别和很独特很 personal 很个人的方法呢证明他是真实的。OK， 你不用拗那么多了，直成你这样叫他作祷告和他谈完，他回来就自然贴贴服服的了。原来就是易这么多的了，不用你用拗到呢面红耳热，拗到叮那么就是的。所以当时我想，哇，如果当时Tommy 是来了这里的话，我用这个方法不用拗他会信主的。见见弟兄姊妹，我所讲的原来教会是要有某一个规范底下圣灵才自由运行的。而复兴是教会专有的一个专利，但一定要去到某个程度。这个就是为什么呢，撒旦最喜欢在弟兄中散布纷争。他不需要证据的，总之他就如我所讲，直情是第一类的那种做法，就是喐下就觉得自己啱晒嗰啲人。咁就喺度分裂教会㗎喇。点解呢样嘢 work 呢？因为佢就算唔毁灭到呢间教会呢，都停咗呢间教会能够带嚟个复兴㗎嘛。你知唔知道？所以当时我已经係感受到呢，一间教会应该係带住一个乜嘢嘅气氛底下呢係最好的。因为事实上当时间教会啱啱开始㗎嘛。当我去到嘅时候，然后慢慢见呢种气氛呢环绕住我身边係咁样出现。咁我就知道呢係啦，係呢一种嘅现象啦。这种和谐的现象是导致我们常常所讲关于神的同在，神的真实，神的无微不至，原来是一定要在一个这么谦和的气氛底下才存在的。但我为什么会环绕在我身边呢？因为一样在那个团契当中有其他人的，譬如有一些还早过我回这间教会的，有一个叫 William， 这个就直成是爱车如命的。爱到后来就直成是他的车就等于他的半条性命上下了。当然他的道德就搞到一塌糊涂添。在他身边就没有这样东西。即我当我去了这个团体之后，我发觉啊，很多人就开始围着我，开始喜欢我和他们分享。但另外有几个呢，就其实更加早在这个团体当中那些呢，反而就可以说被冷落了。所以变成我讲的就是我自己亲身经历会有这种现象。而事实上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经历，就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当时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调转就可以去看很多书啦，去做很多研究啦，尤其是去到赵仲权牧师家的图书馆的时候，我自己会看很多钻研很多这些问题。但因为我不需要去拗嘛，我不需要去证明我自己是啱嘛，我也不需要去不断分享一些我认为啱但是根本这间教会认为错或者甚至未识的东西嘛。所以变成发觉我更加专心去研究，即是更加专心的，不需要在我自己很多这些的研读当中去拖慢。我发觉我反而在属灵里面的知识和智慧增长得最快就是那段时间。箴言第三章第27节，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帮我推迟，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全因你活，甘献出我一切，盼持守你话，信念未毁。神荣耀照应，给我安慰，今次盼。
全让你尽发光辉，愿我心发亮自燃烧不枯萎，甘心乐意为你呈献馨香的祭，尽我心竭力仰望持守实践真理，一生为你尽发光辉，奉上一切。